的都是车。到访的时间是4月8号礼拜五下午的3点多，是有交通管制的，但我们很幸运的停到了在下千本最大的停车场。必看的重点有吉水神社，这里可以一目千本哦，就是是可以看到1000棵樱花。接着是金峰山的藏王堂，最后我推荐花石仓展望台，从这个角度看下去的樱花真的是美不胜收。Thank you.
よかったね。